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澳大利亚影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最近非常火的 ChatGPT 啊。可能有人说影王也来蹭热度了嘛啊。其实怎么说呢，对于一个家庭主妇来说，聊这个话题有点格格不入。但是由于最近我看了太多关于这方面的视频报道啊，实在是抑制不住心中的很多的想法，想要分享一下。可能很多人在我的这个视频观众里边，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 ChatGPT 哈。它里边就是最近微软出的一个新的免费的啊一个聊天工具，就是你和一个 AI 啊，也就是电脑机器人在聊天，然后它会搜集很多的信息呢，自动生成某些答案然后给你。而很多人对于这个答案呢就是褒贬不一啊，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效果非常好。然后网络上也有很多人说啊，这样会影响到很多的工作呀，而且很多人用这个来赚钱呢，说这也是未来的大趋势啊。那我整体看完之后呢，我真的是让我很吃惊。就是很早以前我们就会认为啊，机器人可能会代替我们的体力劳动者，然后说我们人类与机器人不同，电脑不同的是我们有创造力啊，我们有灵感，有艺术细胞。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ChatGPT 所里边的这个 AI 呢，甚至可以拥有艺术细胞啊，例如说写小说呀、写剧本啊、编歌啊、编曲啊，创造艺术品啊，这个真的是让我很吃惊。那同时让我想到的就是，其实 ChatGPT 它就是一个 AI 养成记啊。为什么说微软在下一盘大棋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当这个 APP 一上市的时候，就已经成千上万的人在注册，然后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问 AI。 那我们自己本身以为的是啊，这个 AI 很聪明，比方说会很多东西，我们问他问题之后呢，他会给到我们啊非常好答案，我们都为这个答案非常的惊奇。但是实际上大家不知道的是，我们在问他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助他成长。这个过程就像我们人类一样，像我之前说过，当你有问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能找到答案，答案就在那里。那我们人类怎么学习的呢？例如我最近现在对金融感兴趣，我可能去搜集金融的资讯，那我就变成啊这方面的专家。例如啊，那我对情感心理学感兴趣，那我就去啊有很多的问题我就去学习，然后呢我这方面的资讯呢就会变得很强大，对不对？那怎么样才能形成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 AI 大脑呢？就是机器人大脑呢，就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不断的问他问题， AI 才知道他应该去学习什么，他应该去搜集什么样的资料，然后生成变成自己的东西。所以 ChatGPT 是我们人类在帮助微软在培养一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最强的 AI 大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看了之后有点感觉很恐怖啊，因为我会发现这个最强大脑最强 AI 如果被创造出来之后，它真的可以代替我们人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甚至我觉得可以说基本上我们人类能做的它都能做了。说实在话，等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人类唯一能胜过电脑的可能只有就是在灵性上面的提升了，因为在其他方面基本上 AI 和机器人都已经可以帮我们做完所有的事情了啊。但是有的人说了，哎呀 ，AI 没有灵魂 ，AI 没有这种灵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个死物啊，它不可能代替我们人类。但是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人之所以有灵性，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灵魂嘛，我们可能与宇宙之间有最原始的一个东西在连接着。对，曾经 Google 的设计师说，他设计出来的那个 AI 好像已经拥有了人类的意识啊。但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人类的意识它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机器人它一样也是可以通过它的各种各样的资料搜索搜寻来生成某一种情绪上的东西，只不过它没有我们人类的这种五脏六腑啊、皮肤上的感官啊、五感的，它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没有办法从这方面来收集啊这个资料。但是同时它也不具备我们人类的这个缺点。那我们人类的缺点是什么？生老病死，对不对？而这些生老病死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五脏、我们的感官这些东西而形成的，而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缺点。也就是说 AI 如果它真的发展起来，它将会拥有我们人类的所有优点，却不会拥有我们的缺点。你说它是不是就会轻易的来超过我们人类，来颠覆我们人类的世界呢，对不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类在创造 AI 的时候，你真的有想过将来怎么去控制它，怎么样去避免他们超越人类或者是反控人类的可能性吗？当然在 ChatGPT 还有 AI 的形成的过程当中，我们人类一直尝试着给它加护栏啊，保护它，确保它不要学坏，确保它不要去做出伤害人类的事情啊。但是
这个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世界呢？对不对？那当然，我觉得离那个距离可能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人类肯定会在它成长起来之前先把它利用一顿哈，先从中赚一笔再说。可能我们可以利用那些软件啊 APP 啊来给我们产生非常大的财富，但是实际上我为什么说微软在下一盘大棋？因为它正在运用我们所有的用户，在不断的训练它的 AI。 当它训练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 AI 以后，可以说这个 AI 将会代替掉很多很多的职业和人才啊。例如说它可以编程啊，其实微软一直在想要创造出一个会编程的机器人来代替很多那种非常高薪的编程师啊。听说现在有一些程序员呢正在合起来一起在告这个 ChatGPT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只是网络传言了，大家可能要去上网去搜索具体的情况。但是我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呢？是因为真的是给我非常大的冲击啊！我们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完全不一样。那当然有人在说啊，网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冒牌的 ChatGPT 什么 ChatAI Chat 什么什么，就是聊天的机器人，其实都是在同样的道理，他想用用户帮他去培养一个 AI， 而这个 AI 的学习能力越强大，他所收集的资料越强大，那他未来所做到的东西就会越强大。例如啊，像我们做 YouTube 的，我们做 YouTuber 的，是不是也是在努力的学习，不断的看书，然后搜集资料，变成自己的语言来讲给大家听，对不对？ ChatGPT 里面的 AI 其实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啊，就是他在不断的搜集资料，然后总合成自己的语言，变成一个原创，然后给到你。其实这光是这一个点就已经是非常厉害了，将会冲击到我们很多很多人的职业。当然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距离，到下一个阶段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懂得运用它的话，说不定当你被它代替的时候，你已经赚够了足够的钱了啊。所以商人能想到他通过这个赚钱的方法，科技人员能从科技人员的角度从他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啊。而我们普通人也是不是也应该想想这个将会对我们的未来有什么何种的颠覆呢？对不对？它无疑是让人非常兴奋的，但是也是让人有一点点去担忧的啊。可能有人说，你想太多了，一个家庭主妇想担心那些没用的干嘛啊？但是这个就是在不断的在我脑子里不断的萦绕，不断的萦绕。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提早的去考虑一下，不要只是去蹭热度，而是真正的去考虑一下我们接下来大方向，我们的子孙接下来儿女接下来大方向，他们到底应该朝哪些方向去学习，到底在未来什么样的职业，什么样的行业对我们来说是不会轻易被 AI 所代替的职业啊，可能是更有延展性。不然的话，你花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学习去考证书，然后出来之后轻易的被 AI 就代替了，到那个时候可就是哭都来不及了啊。好，今天呢就短短的视频呢给大家聊一聊我对这个 ChatGPT 的理解和感慨啊，就是想要抒发一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啊。希望大家能在下面给我留言，来讲讲你们对 ChatGPT 的感想。好，今天讲到这里，谢谢大家观看，记得帮我点赞分享还有订阅我的频道哦，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